是可以那个是不是抽是不是？大家怎么抽？是不是现在一窝蜂大家都在抽？想选三个想要的，这个当然要啊。我可以只要一个就好了吗？这个好像没有。嗯，这是夸克哎。玲玲好像有，超难好了。然后呢？戳破气球可以获得哦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可以按一颗是不是？我现在可以免费点一颗是吗？所以我可以点一个哈，射看看，是吗？这样吗？欸，可是我没有气球哎，欸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我随便点一个是不是，然后射破它哦，是吗？然后呢？我还可以再射一颗，是不是？我射一颗就要49了哎，欸。可以选好多颗气球，是不是？中了吗？我刚中了吗？我刚中了吗？中了，怎么可能？在哪里中？我刚是被按到哎，我这哎，欸，这个是假的还是真的？这是真的，欸，这也太晒了吧！我刚刚真的随便按哎，耶！哎，我突然有点惊讶，因为我完全没有，所以是真的是不是？还是这个会收回去？是尸体验造型吗？我吓一跳哎，欸！我刚刚没有感觉，因为我刚刚以为想说要凑好几个碎片之类的。之前那个次元造型的时候是这样，然后我就也没有想很多啊。戳破气球可以获得。哎，欸，我真的完全没有任何那个哎，欸，没有塞好哎，欸，我是真的随便来呢。所以怎么样？要穿白色衣服。好不好？我们穿白色衣服就会抽到。